谎言跟谣言的不同在于谎言的目的性非常强，非常直接，它用最低的啊社会成本呢获得最大的效益。我们知道的谎言，这个最典型的那个寓言就是狼来了，是吧？他为什么要说谎呢？是因为说谎能获得极大的好处。撒谎啊，这事儿人人都撒谎啊，没有一个人不撒谎。从小孩的心智成熟的这个标志上讲，撒谎是他的心智成熟的第一标志。你不要以为孩子啊从小到大不会说谎，他突然有一天他在利弊得失中，他发现说一个谎话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社会效益的话，他一定说谎。这个说谎表明他的心智成熟啊，这是儿童心理学说的，不是我说的。这个比如啊，哥哥和弟弟在家里打碎一个花瓶，家长一进家就问啊，说这花瓶谁打碎的，明明是哥哥打碎的，哥哥说弟弟打碎的。因为弟弟这会儿还不能说话啊，不能说话就没法解释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是怕家长惩罚他。这时候说明啊，这个哥哥的心智开始成熟，他知道这件事儿有后果了。那么我们生活中啊，其实每个人都在说不同程度的谎啊。我们为什么要说谎呢？有时候是要避免生活中的麻烦啊。这个比如有人约我说，哎，满先生，我想请你吃顿饭。哎呀，我说我这都约出去了。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什么时候吃。说不行，我这一个月都约出去了。其实是我不想跟他吃饭。我觉得今天社会啊，大家的工作都很忙啊，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儿，大家又怕吃饭啊，你吃饭就发胖，你看都发胖啊，所以不想吃饭。避免这个麻烦呢，就说个谎话，就说呢我有人约了。如果你不说这谎，你说我不想跟你吃饭，他就觉得你这人不好，所以只好不去解释，就撒一谎，这事儿就过去了，对吧？这是我们生活中啊，为了避免麻烦而撒谎。还有一种说谎啊，是无意义的，比如俩人一见面说，哎呦，您怎么越来越年轻了？你说这事儿可能吗？天下没有一个人会越活越年轻啊，对不对？这话一定是谎言，只不过就是讨你一高兴。你比如我看到生活中的场景最多的就是俩人一见面一看说，哎呦，您真不像您这岁数的啊，这话一定是谎言。我说过，这人呐，多年轻藏不起十岁来，您是什么岁数就是什么样子。我基本上判断这人，我不认识人，我一看这脸，我一看这状态，我马上就知道他岁数。我不是说过吗？小女孩身体的典型特征是薄，你从侧面看这女孩薄，这一厚起来这岁数就大了。所以我就特怕这岁数大的人去演少女啊，她怎么轻盈她也轻盈不了啊，因为她不是那岁数。所以一个人藏不住十岁啊，这就是，但是说谎啊。大部分人为了让你高兴，哄你高兴，说哟，您这看着不像五十，像三十的。你要信了这个话啊，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你智力有问题啊，智力平均值以下。所以不要听人家的恭维话，但这恭维话没什么坏处。为什么没什么坏处呢？是因为大家处在一个和谐社会里，都习惯于这种恭维。你比如有人一见我就说，哎呦，您这最近听说您减肥呢，确实瘦了。我告诉你，我一点都没瘦，我还长两斤呢，我这烦着呢，对不对？那么你到病房里去看病人，是不是？你能跟病人说实话吗？医生告诉你了，他来日无多啊，不多了。你进去跟你说，哎呦，你这个气色还不错，快好了，很快就出院了。你这不是明摆着说瞎话吗？但是作为病人，他有时候愿意相信你的谎言。我们今天啊要说这种谎话代价有时候比较重，为什么呢？你有这信息呀，啊，
然后回去给老婆打一电话说我到家了，老婆立刻说你发一定位给我，一下傻了，这定位没法发啊。据说现在这个微信中有一个谎言的定位功能啊，就是你想在哪儿它就在哪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使啊，反正我不会使这玩意儿啊。就说你这定位系统呢，有时候你说不了谎，科技帮你解决很多麻烦。你看过去啊，我们的信息系统不好的时候，你知道每个人有手机可以发短信啊打电话，这无非就是近十几年的事儿嘛。我们年轻的时候呢，电话都是有线的，都是单位的，有很大部分人家里还没有电话呢，所以那时候约会事先说好，有的都是拿信约的，你想约一会儿特麻烦，虽然在一个城市里写一封信说哪天哪月哪日到哪哪哪第几个电线杆子底下那儿等着去，这时候最怕什么呢？最怕对方迟到。迟到只要有一分钟你就开始胡思乱想啊，第一是哎呦我是不是没写清楚啊，他是不是忘了呀，怎么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心里非常没底儿啊。今天呢一晚了班发一短信说我在路上了啊，堵车，哎你马上心里就舒服了，晚点晚点呗。所以今天的这种信息系统呢，导致你离不开信息生活啊。过去不是那个，我刚才说的就那种约会啊，我原来认识一个女的啊，那女的长得不是太好看啊，要搁今天找个对象呢没那么容易，但人家有一好处啊，就约会的时候准时。她跟她的丈夫啊，丈夫英俊啊，这个当年约会的时候呢就定在了一个公共空间，大冬天的一电线杆子底下一等啊，等好长时间，男的呢给忘了，他不是说迟到了，他是把这事儿给忘了，忘了以后好几个钟头突然想起这事儿，想起怎么办呢，一想说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如果我不去的话那我这事儿没法交代，如果我去了甭管我多晚甭管他是否走了我是去了，所以这男的呢好几个钟头大概四五个钟头以后才赶到了那个约会现场。这时候呢那女的还在电线杆子底下等着呢，这就有点长存抱住信了啊。这男的啊看见那女的第一眼就决定一个重大的事儿，就说我就跟她结婚了，这个在这之前没见过面啊，甭管什么样我就跟他结婚了，就这女的就是太忠诚这件事儿。所以你看这人呢就是命啊，命是命运是运啊，你改不了，人就这命啊。两口子在一起人就觉得啊，从身高长相从哪儿都觉得不太般配，都觉得大小伙子这么棒怎么跟了他了呢，就是因为这女的在电线杆子底下死等，就是因为这男的把这事彻底忘了又跑过去看一眼。如果这男的没忘啊，准时准点的两个人在那儿约会，可能聊聊两句啊就觉得哎这女的长得没达到我心里的要求，得走了。嗯，人家啊就因为忘了因为迟到确立了这爱情，所以有时候多等会儿没什么坏处啊。所以呢这种啊说谎啊，我们刚才说啊，这说谎最多的是医院。这个医生跟病人之间他避讳，这东方文化都是很婉转的，没有那医生给你开完化验单干什么跟你说你啊活不了多久了，没有医生这么说话，都得明知不能治也得告诉你这事儿能治，我们去努力都是这么说，外国医生可不是这么说。我认识一人，那外国医生给他看完病直接告诉他说你只有半年时间，他不信，他从国外飞过来到国内折腾半天活了八个月，也就多活俩月对吧，那外国这个医生很正式的告诉你你还有多长时间你需要做善后准备，那我们的文化不同，我们肯定是说瞎话的，你这个病人去了跟医生一看啊，医生说你这个病很重啊，把你家属叫来，跟家属有时候撂底，但是跟家属说呢这事儿得瞒着他不能告诉他，所以这种事儿我们生活中碰多了啊。我早年认识一女的啊，这女的特漂亮啊，演过电影女明星，她是那个年月少有钱的富婆啊，她那个钱是大
大钱，所以他身边就围绕着很多骗子啊。这个他生活中啊碰到一男的，我们所有人看这男的都不怎么遮啊，但他坚信不疑他这个迟到的爱情啊，这男的伺候他特好，男的要做餐厅啊，他就帮这男的出钱啊，那都是20年前一花花1000多万装修，我认为全是在装修中呢赚这过程的钱，这餐厅是肯定赚不了钱啊，餐厅还养一巨大的那么海豹池，那海豹钻来钻去，哪个餐厅弄得跟海洋馆似的，肯定都不赚钱。但是他相信这爱情啊，他就把这个钱老给这男的，给这男的，他在后来病重的时候，他老去看病，看病的时候因为手比较大方嘛，就给这个主治大夫每次看完病都给个200-300美金的小费，200-300美金非常多，20年前啊。后来这个医生呢就也会把他拉到一边跟他说，说你对我太好了，但是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当不当跟你说，说老跟着你来这男的到底是你什么人呢？他说男朋友啊，男朋友。说男朋友，说这男朋友他背后老问我，就是你还有多少日子。他一愣，他心里就不愉快了嘛，你想想你打听这干嘛呀？他回去就问这男朋友，说你跑那医生了老问什么呀？那男的说我确实是问了。男的很贼，他不回避这事儿，他要说我没问那这事儿就瞎了。他说我问了，我只不过是希望在你生命最后的时刻对你更好一些。哎，他说这瞎话。哎，女的她就愿意相信这瞎话。结果后来啊，后来事情就发展的比较严重，就是他化疗啊，化疗以后晚上半夜特别口渴啊。那天呢，那个保姆忘了给他放这个凉白开了，他每天半夜12点多钟说必须喝一大杯凉水。结果他自个儿扶着这个床起来，自个儿跑到这个厨房去倒水的时候，一下就看着他这男朋友跟那保姆在那儿呢啊，啊，在那儿。啪啪啪呢啊，结果他就火了，那你听没有听人说是你亲眼看见的，当天晚上就把这俩人全轰出去了，说把他气得就在那儿哆嗦了后半宿。那么你说啊，一个被爱情啊迷住了双眼的人是最愿意相信谎言的。这个别人说，其实我们所有的旁人都看得很清楚，就觉得这人不好啊，这男的不好，为什么？他那眼神就告诉你他就不是个好人，是吧？但是女的不信呢，尤其他病重，他又有钱，他又不在乎钱，这时候温暖是最重要的啊。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如果后面不穿帮的话，我也认为这谎言还给他带来了人生最后一段温暖。这人说谎话吧，动物也会啊，对吧？我讲过我们家的猫，是吧？我们家的猫装瘸啊，那就是他说谎啊，他用装瘸换得你的同情。人也是这样，人有时候其实都是那种小心计啊。你生活中你的亲人、你的同事啊，你身边的人有时候突然病了，有时候是真病了啊，小病大养。有时候是没病啊，跟你说，哎呀，我今天浑身不舒服，为什么呢？获得你的同情。我们说了啊，小骗局就是个谎言，大骗局是什么呢？叫阴谋，阴谋啊。在大骗局和小骗局之间呢，有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小时候老说一句话，特有意思，就是说呢，说这人啊，竟跟我玩这小知俩。什么叫知俩呢？标准发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他老跟我玩这小伎俩。那时候你有字不认识，念半边吧，所以半边念知俩。所以这个话是这样啊，错字念顺了嘴以后啊，改不过来。所以很长时间我们老说净跟我玩这小知俩啊，就是说不正经说话。我们那代人啊，年轻的时候正经说话的不多啊。那么你再看谣言跟谎言之间啊，刚才说了，谎言有直接目的啊，它要有个直接目的，谣言就不一定。谣言它有时候是间接目的。什么叫间接目的啊？就是它不是为了直接达到什么目的，它是为了泄愤啊，它心里有愤怒啊，它有醋意，所以它就要造谣啊，恶心你。
这个谣言这词儿，按理说这个来着还比较晚，过去啊，古人管它叫流言，我们现在有时候也说流言蜚语嘛。最早啊，在荀子里呢就能看到这样的话，他说流丸止于欧鱼啊，这个流言止于智者。我们今天还说流言止于，就是谣言止于智者，原话是从荀子这儿来的。什么叫流丸止于欧鱼呢？欧和鱼都是一种瓦器啊，流丸呢是流动的滚动的一个球啊，会跌在这个低洼处。这种欧鱼呢，你可以引申为低洼处，有点像高尔夫，是吧？高尔夫就是流丸，滚动的嘛，一个球最后掉到它那洞里啊。荀子就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流丸止于欧鱼，流言止于智者。就这种流言蜚语啊，最后一定是被一个聪明人指到这儿，不去传。你比如说我就不太爱传这些闲话啊，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只有那个家庭妇女才去传闲话呢，所以我就对这事儿比较烦啊。别人跟我说什么，我有时候连听都不爱听，就算我听了，我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给彻底忘了，我是左耳朵，这边是左耳朵，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出了。那么造谣啊，我们为什么说一个说谣言，谣言是你听来的你再去传播，这叫谣言。还有一种是直接有人造谣，所以叫造谣。你知道造谣啊，你得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啊。比如有人造你的谣，他为什么要造你的谣？刚才说了，这个造谣跟说谎不一样，他不是直接目的，他是间接目的，就是他嫉妒你，他恨你啊，他觉得你比他好，所以他就想法弄你，他弄不了你怎么办呢？他就造谣。所以你要知道啊，你身上谣言来了，要证明一个问题，证明你比他过得好啊。你在一个上升阶段，你在一个即将达到一个目的的阶段的时候，你可能获得的谣言的概率要比别人大，对吧？你比如过去我上一单位去看那单位销售，墙上挂好多表啊，销售冠军，唰一个人销售好几十套房子。亚军销售了三套，剩下人都是一套两套的。然后我说我就奇怪，我就问我说这人怎么销售这么多房子？旁边人给我拉一边说，跟人睡觉，造谣，嫉妒。我就说了他一句，我说啊，他这个明摆着是他有销售技巧。你这各种单位，就销售单位里都有一种销售冠军，有销售天才。他绝对，我说他睡觉睡不过来，这客户太多呀，对不对？这客户里还净女的呢，他跟谁睡觉去？他不是这个，他就是造谣啊，他也没有看到无中生有，这就是造谣的特点。那么你知道啊，在一个单位有人造你的谣啊，有时候比啊，从另一个角度看比安慰你好啊。你比如说有人一看，哎呀，说咱这事儿啊不成了就不成了啊，咱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啊，咱还有下一回。这是人来安慰你，这安慰你说明什么？说明你不成了。造谣说明你什么？说明你成了。你比如谣言啊，能置人于死地，那是因为你心胸不够宽。你比如我们民国时期的大电影明星啊，阮玲玉之死就是谣言搞死的啊，就给他造谣啊。造谣无非就是谁和谁忠，谁和谁不忠，谁和谁上了床，就这点破事，是不是？最后阮玲玉这个写下了人言可畏，然后就走了啊，就走了。以自杀这种形式表示对社会的抗争，我觉得今天确实没必要啊。这事儿呢，过去多少年了？过去得有80年了啊，就是民国时期。阮玲玉现在呢，是因为有电影可看啊。如果你喜欢中国电影史的话，你可以看看他当年都演过什么片子啊，长得小鼻子小眼那么一演员啊。那么谣言对每个人来说呢，他承受力不一样，有的人特别能承受啊，有的人不能承受啊。不能承受怎么办呢？要不然就哭哭啼啼，要不然就一死了之。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造谣就杀伤力最大的就是说谁和谁睡觉了，对不对？这种造谣呢，尤其对女的伤害特别大。那个年月啊，今天不是啊，今天这女的不怕说这事儿。过去女的一说，这女的跟谁啊上床睡觉了，
后果是有可能嫁不出去，对不对？过去这女的啊，跟过多的人，那时候过多跟今天这过多还不能比啊，跟人有关系了啊，就叫破鞋，挂着那个破鞋游街。你们今天是没有看到我小时候看到对人的侮辱和对人性的践踏，今天没有了，今天没有。今天我们相对来说，每个人对自己呢，相对都还有一个这个自我把控的能力。社会对每个人来说，相对我们过去的那段历史呢，要改善很多啊，要有很，就现在的人比过去人相对有尊严。我们今天的人啊，都认为自己啊，对这个谣言是有辨识能力的啊，这其实不一定啊。你比如我们这些年发生的很多事儿啊，你比如抢盐，对吧？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出事就抢盐，非典时期抢盐，这个日本福岛这个核电站泄漏抢盐，是吧？那为什么抢盐呢？啊，就说这盐能怎么着呢？啊，把这盐吹得神乎其神啊，能够抗辐射。我简直就不能想象盐怎么能抗辐射。盐要能抗辐射，那核武器就一点力量都没有了，对吧？所以每次当比较大的社会事件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不安情绪，这种不安情绪被某些人利用，或者说被公众一层一层的渲染，它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谣言。这个谣言就导致社会抢购盐啊，甚至有人买，一人买一卡车盐，那疯了吧啊。所以我们对社会这种谣言呢，得有辨识。兄弟，你轻点啊！那上面倒问题不大，那是一块石头啊。下去了。那么除了这种非典时期啊，抢盐呐、啊，抢还有抢板蓝根呐、啊、等等啊这些事情呢，这个以外，当然这些抢购的事情有可能是商家故意炒作啊，造谣。让你消费，很多人啊，很多商家利用这个所谓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就赚你一道而已。你比如啊，这种事情古代就有。我们明清时期啊，你知道中国瓷器，西方人很多人不理解这东西为什么能烧得那么白、那么漂亮、那么好用。最初欧洲人曾经认为我们这瓷器都是拿贝壳烧的啊，这个。这个哎呀，我们的宋球球跟那件鎏金虎啊，哎呀，关系很好啊！你们看一看，这都是我们拍摄中希望啊发生的事情。他绝对不可能把这东西碰下来，因为猫的动作很轻，他觉得这个怪物啊跟他有点接近啊，那是他徒弟，所以他跟他很亲。那么当年中国的瓷器运往欧洲的时候呢，欧洲为了把这个东西卖得很贵呢，也把中国瓷器吹得神乎其神啊。有的欧洲人认为说这东西能解毒，你把毒液倒进去，它立刻就没毒了，就能喝了。你说这不是害人吗？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价钱比黄金甚至还贵。在今天的社会和在古代的社会，都会发现谣言有一个特征，就是它传的特别快，传播的快。为什么谣言传播比那个正经话传播的快呢？是因为大部分谣言人们没法判断，人们最愿意相信的不是事实，而相信有利于自己心理的判断，或者说它有利于自己内心的积怨的释放。所以阴暗面的谣言就特别容易传播。我们社会中就是啊，就是过去说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这个意思。凡是负面的，特别容易传得特别广，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我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谣言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信息系统呢堵塞，所以谣言的逻辑呢，它有一种貌似合理的逻辑。所以它满足了很多人内心的一种担忧，这是谣言一个途径。另一个途径就是，它谣言也会利用文化情绪，
比如仇富啊，这是一种情绪啊，仇富，他觉得他凭什么有钱，我凭什么没钱，那人小时候跟我还是同学呢，所以造一些谣啊。那么再有呢是利用谣言啊，利用谣言啊，我们说的有的谣言是比较正面的啊，你比如说古代啊最爱说的一句话叫天降祥瑞啊，皇帝一登基天降祥瑞，要不然就是乱世出谣言啊，这都成为一种定律。古代乱世的时候，百姓都希望呢早点脱离苦海，所以都等待着啊这个某些事物出现，所以这百姓都有一些预感。你像陈胜吴广起义，这是写进我们教学课本的吧，哎，当年就是啊这个陈胜吴广啊在这个被征发前往渔阳的这个路上呢遇大雨被困住了啊，道路又不通，这时候你按照当时的法律，你迟到你晚到是要杀头的，那就是说怎么都是个死，所以只好去起义揭竿而起。那么这时候你揭竿而起，你就要有一些啊舆论手段，这种舆论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叫编排出来。我们如果把谣言在此时看作是既不是正面也不是负面，它是一个中性词汇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时他造谣是有用的。所以这帛书上呢用丝绸写在上面写仨字，陈胜王塞在鱼肚子里啊，别人打鱼上来一打开说这是天意，这个我们今天觉得这都是小儿科啊，可是当时就认为这是天意，所以这种不胫而走的这种舆论迅速就会传播开，这是符合公众内心的这种啊期盼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在生活中碰到的所有的这种信息，我们先不说是不是谣言，要有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啊，这种判断对你生存是有好处的。我们老说啊不传谣啊，不信谣不传谣，但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谣言呢？你要用你生活中的经验对它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你比如我们生活中啊有一阵子老碰到一个叫世界末日论啊，世界末日说啊，都说准确的说哪天哪天就世界末日来了。为什么这个世界末日的这种谣言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呢？是因为西方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诺亚方舟这么一说。诺亚方舟的这个故事已经有3000年了，3000年以来关于世界末日的这个甭管是谣言还是话题，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对吧？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是2009年拍了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叫《2012》啊。世界末日呢是什么时候呢？是2012年12月21日啊，叫1221啊，世界末日叫到来。这天已经过去5年了吧？大家啥感受？有没有也把那天都忘了吧？可是当时有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啊，有的人把家产卖掉，赶紧趁这个剩下这日子好好玩好好花，结果过了那天财产也没了，末日也没来。我小时候啊，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流传了一段时间的一个，你说它谣言也不一定是谣言啊，就是打鸡血往人体里打鸡血，你今天想都特可怕，抱一大公鸡从那公鸡身上抽了血直接就打你血管里，然后说这人就特精神了。你怎么精神你也不能如一个公鸡精神吧，那公鸡早上起来多精神，你要人打完鸡血成这样还真麻烦。但这鸡血呢我就至今不明白啊，它有什么道理，这动物的血，这鸡血毕竟不是人血，它怎么能打在人身上呢？人和人之间不化验血型都不能打血，都不能输血啊，一输血你产生生命危险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血液啊，大血型4个 ,O 型的 ,A 型的 ,B 型的 ,AB 型的。最老的血液是什么呢？是 O 型的啊，有4-5万年的历史。这个 A 型血出现呢大概是在27000年前 ,A 型血就形成了啊。那 B 型血呢跟 A 型血的这个产生的时间呢差个1万多年啊，1万多年前后接着。